第十四题，一长直导线垂直穿过水平厚纸板，在导线附近的东南西北方各放置一磁针，此时磁针 N 极均指向同一方向，如右图所示。当导线通以电流，而导线中的电流由下往上流时，哪一处的磁针不会偏转？题目说磁针 N 极均指向同一方向，是因为受到地球磁场作用， N 极均指向北方。然后我们有一个由下往上的电流，我们根据安培右手定则，可以比出手势是这个样子。于是我们看到它的磁力线由上方往下俯视是逆时钟的转转的方向，但是它真正的磁场方向是要做切线，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东南西北方各自做切线，显示出我们真正的磁场方向，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东方这里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与地球的磁场方向一样，通通都是指向北方，所以我们东方的磁针的 N 极是不会偏转的。因此第十四题问我们说哪一处的磁针不会偏转，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东。